闲光明人，烧香拜神，阴言诅咒就会少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乔哥，来吧，今天咱们做一个测试一下，一个648买这个宝石的话啊，能找这个多少战斗力？哈哈哈哈，那其实也不叫宝石，叫勾玉啊，叫勾玉，说错了啊。来吧，看一下红包，走你啊，2200，哈哈哈哈，还是不错啊，好朋友们，还是不错，来吧，咱们来这个勾玉里面，咱们来试一下，看一看这个勾玉究竟能给咱们找多少战斗力，各位朋友们，先从这里开始升级吧，好吧，一键添加。那都不用说了，能买一次能买3000，来，好像也挡不了多少，我感觉。先把它都统一的升到6级，好吧？先统一升到6级，然后，哎，好像废了可能，我们买多了，先统一往6级升吧。好像我感觉看这个样子的话，好像就升不了太多了，对吧，朋友们？我们应该先把4级的升5级，再把5级的这个升6级，对吧？这通灵兽里面有4级的，咱们先一个一个来升吧，好吧？刚才那样都搞错了，对不对？这里有4级的，哎，对，4级的还好升一点，因为3、5级你那根本就不可能，对吧？你根本就不可能升上去，也就给他点30，59，20，对吧？这样子你还升，那家伙半天你就升1级，对不对？再讲，好了，这样子这个全是5级的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你看这样子也5级，你看这个也5级，啊，就是这样。那好安静，你的能有的声音。对，这样子好像我感觉这样子的话，纯生勾玉好像我们并不能升太多级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好像这个如果拿勾玉砸战斗力的话，是一个非常奢侈和非常艰难的事情，大家发现没有？是一个非常奢侈和非常艰难的事情。5级的不用升了，5级不用升，咱们现在先升个些4级的。哎呀。这个你这样子一搞，我感觉刚才我们是208，哎呀，我都忘记看刚才是多少战斗力了，我对你给那边，我的天哪，朋友们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我真的是崩溃呀，我没有看战斗力，我们就来升，啊，我的这个人才，朋友们，我发现是个人才啊，老爹，你是个人才，老爹，你不简单，老爹，你这一下子就把自己干懵了，哟，完蛋，朋友们，这就可没了，这就没了。天哪，兄弟，一个648这么快就没了，我的天哪，那个还啥都没感觉到呢，这就没了，就对不对？太假了啊，说实话，反正再升一次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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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ou angry me， you 善良的人，好吧，我看一下啊，221，刚才是2208，你想笑死我呀，老表！大家发现没有？妈呀，648的这个勾玉啊，涨了，是从8000干成7000，涨了9000战斗力，哎呀，真厉害！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，兄弟，你想拿钱砸战斗力，妈呀，得多么夸张啊！一个648，咱就算10000，对吧，兄弟？如果硬砸，你拿648才能砸10000战斗力，我的天哪！由此可见，这个战斗力硬砸，是肯定不可能的了。哎，老爹，砸死了！啊，对，我们还有一个东西，应该商城里面还有个积分商城。那积分商城，我们其实还可以再换点东西，换点精炼石吧，对吧？别的东西没啥用，精炼石来19000，还能换28个啊！精炼石都换光了。精炼石的话，大家有人跟我说，说大哥，你专门精炼这个武器跟那个戒指啊，这俩是加攻击的。来吧，精炼，咱们先把他们。挨个精炼，我没钱了，老弟，哈哈，没钱了，我去他了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哥，你什么鬼？你给老弟，老弟，你这咋老弟？别这样子，哥，来点金币，精炼一下，把他们统一上到10，知道吗？统一上10的话，这样子还好。对，你看，要是这样子算的话，我们一会儿再看这个积分，好吧？我们一会儿再看现在的战斗力，就肯定要涨很多了，是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精炼的嘛，知道吗？还能精炼，那别的还练不练？别的7，统一上7吧，好吧，啊，统一都已经是7了，看了吧，那就接着上吧，这个给他干到15，对吧？这个也给他干，好像是够往上待着了，好像真的够啊！我天哪，这个精炼石这个老屌是确实好厉害了，感觉平时的时候说实话，弄这么多精炼石好像不是太容易，对吧，兄弟？平时弄这么多精炼石应该是有点难，这个属于这个好东西，说实话，全上15，妈呀！先上15了，哦，通灵兽也能精炼，我去他个老爹，通灵兽还能精炼，
不对呀、啊。哦，通灵兽给这个还不一样，大家发现没？通灵兽是通灵兽，这个是这个。我继续看看老顶，大大猴子肯定要多加一点，对吧？因为平时我们用的大猩猩比较多，给大猩猩也干到十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朋友们？我应该没有理解错吧？我不是太懂啊，我不是太懂，我看这个样子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正好，啊，大猩猩十，这个十五，啊，戒指十，看一下战斗力啊，从220.8干到了222.4。就算上积分的经验值，也不过才加了不到20000战斗力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哥哥！对不对，朋友们？简直是坑到了极限。好了，这回就到这里吧。